我一直是个很没自信的男生，因为对外表没自信，从小到大一直都母胎单身。情人节快到了，路上都是情侣，唉，我也好想谈恋爱啊。啊，聊很久的网友要约我见面过情人节，怎么办？我该答应吗？但是我从来没有过过情人节，跟女生约会该怎么做才好啊？嗨，嗨，你想去哪里？我想回家了。啊，不行不行，我这副邋遢模样怎么见人啊？我一定要彻底大改造。照片上还好看耶，有吗？